有四个人在车上那段，因为那一段刚开机嘛，然后大家其实都在找配合，对，磨合中，所以我们其实几乎是有两天的时间都是在拍那一段车戏，以及下来到检查站的那一场戏。其实那场戏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整部戏里面最多的一次，就拍镜头最多的一两场戏。导演也是非常的细致。从那天，我跟一哥，当时一哥还问我，说明天拍什么戏，我说还拍这个，他说真的拍什么，我说明天拍。但是我们觉得已经没有镜头可拍的情况下，第二天还是那一天，依旧是在拍那场戏，所以真的非常细致，印象很深刻。我们今天有一个。有一段集市里面。